我不用 IG 啊，我光是 FB 又 YouTube 就已经够忙了。我要帮他穿舌头，伸手看看，穿前面那个位置，卷起来一下，然后后面下面是红色那个点点，哎。他等一下就会哭了。不会，我不会哭哦。你开始穿吗？对呀、啊。现在追踪我 IG JENY 底线9001。我没有，我没有 IG， 现在九八。哈哈哈哈哈。他现在想要一直破的他的粉丝。对啊。然后 Facebook 叫张玉兴，西苑高中那个。请问你有追踪我吗？知道为什么记得住他名字？因为他的名字跟我高中同学一模一样。可是我高中也是男生。我昨天在那个 Seven 遇到红帽，他整个 Seven 都在骂他。他因为他在玩传说很大声，整个 Seven 都是他声。他在玩传说，你跟他坐很近。没有，我是刚好去 Seven 买东西，就是旁边那间拿镜子旁边。看到你了，是吧？对啊，我也好哭哦。还有对。要喝水收哟。哦，还有。啊。对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家准备好了。哦，好的。不要那么紧张，你不要勾起，你把他夹子勾起来了啦。他不在。四千四百人恶搞啊！真的。啊，很痛！这样子就痛，安利家穿下去怎么办？强力的来气保湿，高山科学全新系列八月十八日起至20%的折扣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好好，好冷啊！好了吗？哈哈哈！打到。酷睿的藏宝图，8月20日起就在 Discovery 频道。好，拿一下这个。街头啊，科学全新一季，8月18日星期6起就在 Discovery 频道。张什么呀？张什么呀？张什么呀？手球就好了。他不会怎么样，红队的。有没有显显痛？不会痛，可是他眼眶泛红了。你看一下，去动他都没关系。那血一定会流的，不然嘞。好。然后你就是。唱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红队没。因为这个它没有枪打那么短，它就是你可以伸出来，身体也是可以的。还要按压，下面来喝。还喝喝喝啊！它不会显大显，等你们看，卷起来看，它在正中间。哦，谁啊？我会来打第二颗。我也很爽哎。哪里好爽哦！哎，受伤会不会很痛？没有，这手伤比较不痛，枪打比较痛。真的？我流汗了，好热哦。不要脱衣服。你应该正常讲话。正常讲话没关系，不会有事的。这样呢？对啊，不会有事情。
好推下去没？直接也学 OK 的。啊，很好，我刚刚伸出来，它那个球球开牙骨，你可以卷起来，一下伸出来可以。其实你伸出来没有？它卡住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上面的球会躺平就好了。它只不过有事情啊。如果说觉得长针不习惯，要换短针再换短针。OK OK。好。谢谢。哦，不会，很爽，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，真的不会痛，赞，要来哦，一言所，找老大，不要不要来了，我快忙死了。